十八号风车旁的高美湿地，拥有丰富潮间带湿地生态与太阳西下时如梦境般的优美景色，曾被国外网站评选为一生至少必游一次的绝景。这里更是大批候鸟栖息的场所，曾在高美湿地栖息的鸟类有多达一百二十余种，成为喜爱赏鸟人士的新据点。 想更了解湿地知识及生态环境吗？可以先到一旁的高美湿地游客中心参观。除了旅游咨询服务外，也提供预约生态探索导览服务哦。最后温馨提醒您，每天木栈道开放时间会依照海水潮汐时间调整，请各位游客可以先上高美湿地旅游网站查询哦。